蒙嘉慧和郑伊健外出购物，可见他们的整体状态已与年轻时期大不相同。蒙嘉慧明显变胖，身穿黑色装扮无法掩盖身上的赘肉，郑伊健看上去老态感十足，不再有年轻时的精神风采。尽管如此，蒙嘉慧的面部保持年轻，皮肤状态良好，而郑伊健的飘逸长发仍旧是他的标志性特征。年轻时的蒙嘉慧则展现了完美的身材和时尚感，无论是勾花长裙还是绿色长裙，都展现了她的美丽和气质。